第三章梗。Ooh, sexy! Hey, this 按住不会开枪。あんなところをただ目指して行ったって、日が暮れちまう。あれを見な。Ray Ray Cool Four Six。かつて山を越える神事が行われていた。あそこに。フィンブルベトルの中腹へ行くための天空橋を架ける装置がある。その橋を架ければ距離は格段に縮まる。詳しいのね。あの山に地獄への入り口があるって聞いたけど、坊や何か知ってる？地獄への入り口？あんたよっぽど悪いことしたんだな。あんたが天国と地獄どちらへ行けるか、あの山へ行けばわかるさ。来るものを拒む山だ。生きてく。え？帰れる奴はいねえ。坊やはどっちに行くのかしらね。俺は。怖いの坊や。無理しなくてもいいのよ。うるせえ。俺はあの山に。あ、我又要变成投影机啊！我变成投影机啦！啊！他被吃掉了！赤天使古拉玛，好丑！哇塞！その子、私の道案内人なの。連れて行かれると困るわ。悪いけど、私が行きたいのは天国じゃないの。哦，玩跳绳哦！妈，到底打不打？哦，马德儿，给他咬了一口。苹果咬一口。哎呦！哎，他这个攻击速度好快，他叫的时候我就要回避。哇，打脸！乘风破浪，破浪型干爹。哎，抱歉，看一下谁啊 ？RKG9 Welcome, welcome, welcome.Thank you so for subscribe. And you are my family. Oh, God, Nino. And you are my family now. 这样根本打不到啊。
不知怎么打，超浪费时间。耶！ 哎呦，加还中！哇，圣光啊！Sexy！哎呦！ 啊！我都闪太早，我现在要先抓他攻击模式。哦。 太到，这样我要怎么打啊？都打不太到他。 用召唤器也打得到他，哎呦，哎呦！
ああ。那是不是应该干脆换远距离的武器打算？哦，终于打赢了 ，Vipa！ 嗯，哇！金铜牌，看来这边只能用弓来打，超级金铜牌。あらそう。でもあんたたちの都合はどうでもいいわ。さようなら。忘れるところだったわ。青铜，第三张过。哈哈哈哈哈哈！青铜杯，好烂。有点想重打。也够，重打刚刚，我觉得青铜杯实在太难过了。是石头，看起来像青铜哎，青铜看起来比较炫嘛。裸の客はお断り、うちの新しい規則だ。その服はまあ、で今日は何にする？你们看得出来那是石头哦？干，不会是吗？青棕哎，就跟简体字一样，我真的看不懂。不噜，噔噔噔噔噔噔。这要废你！
Telltale. Skip. And hey. 我要怎么换装？悪いけど、私が行きたいのは天国じゃないの。好，可以了。他刚才对话，所以不能换。 这直接打 BOSS，变成弓箭手啦！It's rock and roll，我是神射手。哎呦靠边！ 他是会射苍蝇出去，苍蝇弓箭。 哎，这样也算中哦。
就这样射，其实也没有很快，也是满满的。 他每次咬过来，我都躲不掉了，都没有再注意他要咬。 我觉得这样射其实也没有快到哪里去，还是用近战比较快，而又没有办法接近他，超麻烦。 这次还是只有银牌，啊，至少不是铜牌。好好好，闭嘴闭嘴，跳跳，看过。哼哼，别撸卡。时间还是花很久啊，这要怎么跟他打？ 然后只能靠 Witch Time 打屁股嘛。嗯，记录更新，同人更新啊，干差太多了吧？8000跟90000呢、欸，<笑>好不？还是不知道怎么弄。衣服我想还是之后再说好了，一件10000块，一件100000才太贵。 技能比较好。ちょっと待ってな。今いいところなんだ。この爆弾をここに置いて。よし。おっと。で何の用だ。マイゾス。这个是什么？途径。途径其实不错。飞冲拳也不错。铁三靠虽然帅，可是没有必要。这是什么？ 蓄力枪，天啊！我现在用这个摇杆应该没有办法蓄力吧？我觉得，买途径好了。还有这个。
아요. 对啊，衣服一定要10万啊！干，买一件衣服可以买3招欸，也不要这样，至少等我把技能买完吧，好不好？太遗忘，看一下有没有比较实用。这个好，这个大幅减少我的，啊，失败，大幅减少我的几率，这是要在更完美的时间点。 Beautiful， 好，就买这个。OK， 没钱了，变畜生穷鬼。技能多打起来才顺啊，就跟恶魔猎人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反正游戏我应该就是会多玩一点吧，不用想太多。 还有这种欸，有后跳射击，可是我觉得没什么用，就是。啊！飞鼠救援！啊啊啊！啊！なんだお前は。 あんたはベヨネットの胸ばっかりチラチラ見てた。スケベなおっさん。なんだと。なぜそれを。<笑>这发型换一换就有点像但丁。ひどい目にあったぜ。やも、フィンブルベトルはどっちだ。急がねえと。おい、おい、おぜ。まあいい。俺もぐずぐずしてられねえ。 中土世界魔多之翼，光听就不想玩欸，不要了。華麗に着地とはいかなかったみたいね、チェッシャ。嗯。